超级超级跟大家推荐，双十一清单里面大家很多人就很喜欢这个毛衣，超级的好看。你看它这个位置做的就很薄，你们懂吗？一下显得我就比刚才瘦一点了吧，脸也比刚才小了。这个衣服非常的舒服，很软和，也不怎么掉毛。因为我才穿过一次，也不是两次，所以它起不起球我还暂时没看出来，就软软和和的，特别有那种蓝天白云那种感觉，超级好看。然后我看他们家就是我买的那件出了一个新色，好像是黑底儿，这个条是白的，我也挺想买的。然后棕色那个我一直不太喜欢，但是这个就很好看。这本期最推荐大家买的单品就是这个毛衣，超级好看，大家一定要去买。你们看是不是现在我整个人看着都比之前稍微好看了一点，你们看它宽宽大大就是这个样子，就特别的好看，就这毛衣真的超级好看，特别的喜欢。袖子也挺长的，就是可以把我的手全部都盖住这种，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你要是把它掖在裤子里穿呢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稍微掖一个小边，很温柔那种感觉，然后又挺显好的。它好像200多吧，我忘了价格。